大家又翻到嚟《救命老保石》。上次讲到，应该系呢个《救命之洞》嘅剧情啦。然之后咧，依家我哋要去嘅地方就系水雾镇。啊，雾水镇啊，雾水镇。咁佢就话咧，雾水镇嘅上面咧，好似有一啲奇怪嘅洞会开咗嘅。啊，喺呢度啦，喺呢度啦。OK， 呢度系咩嚟噶？哇 ，UB 喎、哦。诶、欸，唔系、哦，呢、這个系阿边个？我阿妈、哦。你系咩人啊？我选择嘅坐标拖到应该冇人啫，装置出现咗问题。你有冇见过一个黄色头发小女孩？咦，唔系、哦。你或者等我嚟啊嘛，靓仔，既然俾你睇到，冇办法令你走啦。为我咧令计划顺利执行，必须将你排除。作为实验嘅测试，就等会长大人将你排除啦。虚五依德。哇，咩嚟噶？路三米内，冇错啊，就系咁啊，放出你嘅职令啊。听从我以太基金会新会长泽奥博大人嘅命令啦。哇 ，OK， 我仲要同阿边个？哇，得五十呢咋？会唔会太低 ？UB， 我有冇得用 UB？ 其实我都想用下。其实 UB 我系完全未用过啦，任何版本度系啊，我喺剑盾度冇用过啦，跟住 UB 即系太阳月亮嘅时候我都冇玩到嘅，系啊。因为嗰阵我都冇乜点玩对战，所以完全冇玩，冇用到。睇下今集有冇机会用下啦。吓、啊，泽奥博对我做咗啲咩？多谢你救咗。你有见到我莉莉艾？点会咁噶？解除竟然控制竟然解除咗，呢个训练师太强大啦！我系泽奥博啊，即将成为新嘅会长。呢边度咧冒出嚟个可恶小鬼，如果呢度咧俾呢个会长走咗，我升职会长计划就要咧冇噶啦。我计划咗咁耐嘅方案，你个衰人竟然控制我，等我出去你嘅人生完蛋啊！冇嘢嘛，发生咩事啊？咩话？倒罪之王点会出现噶？哼，泽奥博，你计划已经失败啦，已经提前咧到达呢个风源，告知咗你嘅阴谋。我哋咧国际刑警等紧你出现啊！话俾我听，麦丹先生，莉莉艾冇嘢嘛？理事长啊，莉莉艾咧同埋格拉格欧一齐好安全啊！莉莉艾冇事嘛？小宝宝，冇事真系太好啦！好嘅，泽奥博。绝对唔会放过你啊！佢就系嗰位以太基金会分部长泽奥博啊！明明有住天才嘅知识，仲开发咗咧针对救命异兽嘅 UB 救极球，嗰位科学家竟然做啲咁样事，我哋都冇谂到啊！为咗升职都好啦，太过分啦！尽快解决佢啦！投降啦！已经被包围啦！果然系有啲咩咧喺幕后咧操控一切，事到如今啊，只系教我咧去唔依得咧逃离啦！咩话？你咁啊靓仔训练师想阻止我？有嚟啊！太渣啦啩，六十几咧。反射壁先啦，唔好开咩噶，因为直接咬碎啫，应该比较麻烦，应该系呢只鲨鱼皮，通评分啊，冇乜嘢啦。呢度开光墙，之后我哋开 mega 五蚊，可以 mega 啦，我觉得。好念力好啊，迟啲先啦。呢度灵魂冲击打，啊唔系欺诈打念力土啊，即系岩分都应该得啦。OK 得，哇佢识围嘅啫，好似系呢度咁啊，系啊，继续岩分再加。喂，开咗咩啊？开咗咩空间啊？唔知开咗咩空间？既然输咗俾咧臭小鬼，你个名啊嘛，记住你个名啊，时间啱啱好。但系好啦，后面仲有一只救命异兽，呢只唔系同一只嚟嘅咩？大五，俾佢走甩咗啊！尽快展开包围网啊，彻底调查，我哋追上去啦！好合理嘅判断，我哋快啲行啦。OK， 我哋而家喺救命洞，哇！呢度好多，哦，呢个系升呢嘅地方，唔通系六十七呢？我呢度有嘅，六十七呢嘅幸运蛋啊！呢啲地方一定用嚟胜利啊！蛋蛋哦，阿罗拉地区嘅蛋蛋。啊椰蛋树，咦仲有只普通椰蛋树，哦就呢度啊，七十几呢，呢个究竟知道同嗰只咧究竟异兽咧直接穿咗过去啊，德文首席嘅侦察员咧就系侦察到呢、這、一个，好俾佢走甩咗，已经封锁咗附近嘅海域啦，但系都冇任何嘅痕迹，果然系入咗空间，佢竟然可以自由咁控制住佢，睇嚟究竟球嘅功能咧得到咗保证，呢一切都系命运啊！你同流星，你喺流星洞窟遇咗科斯莫古，同佢有呢个拥有嘅力量，一切都系注定嘅。之前原子咧称之你为呢一个究极训练师，同你即将咧穿越究极之洞嘅旅程太巧合啦。或者你真系你古代石碑上面记载嘅究极训练师，只能拜托你有住咧对究极之洞最多嘅研究啊，泽奥博。
既然我哋咁纯熟咁操控异兽，必须将佢带翻翻嚟，从嗰度获取更多嘅空间情报，作为测试同科斯莫古一齐穿越啦。手上是否携带？携带咗拍档比较超，搞错啊！翻去拎嘢啊，真系麻烦。OK， 估唔到呢个地方有得咁样升咧。虽然我唔知道个经验值高唔高啦，因为理论上咧得幸运蛋系比较高啲啦，其余应该比较少啲。如果呢度冇捉科斯莫古，咪玩完。好，科斯莫古穿越地球，喺进入咧会进行记录。进入前咧，请做好万全准备。比如佢咧冲浪、碎石、怪力，防止。冲浪、碎石有啊，系冇飞天啫，系我呢度自己 save 啦。OK， 当住常规道具，剩余空间还剩38个。咩话？即系呢个有限嘅佢。哇！即系38个之后就唔可以再入嚟，意思定点样？海岛听得到啊！正在尝试定位你嘅坐标，你有冇见到罩膊？调查一下周围啦。尝试喺高嘅地方，我会继续定位你嘅位置。咁啊，同继续与你保持联络。依家我哋闯入咗咧超次元追踪器连接你嘅领航员。哇！完全新地方喎、啊，玩都未玩过。钢之宝石，钢之宝石应该系就咁一块石粒、啊。气氛完全新地方嚟嘅，睇个款应该系周围都系海，之后要去行到正中心去揾阿边个啦，系嘛？活力快呢个名字，曾经有人到达并开发过嘅荒岛海岛，呢、這个咩噶？固定船嘅航行表，从日期上睇，一周咧只有一趟船经过，一个礼拜一次船。海岛哇！嚟嘅呢个，难道就是呢一度？哇，陨星喎、啊，系咪宇宙嚟度？唔好再出嚟啦，陨星！诶、欸，揾到啦，扎奥博，哇，奈克洛之马，估唔到喺逃跑途中咧，竟然可以遇到奈克洛之马，想必咧喺度设法取回我哋上次布话行动重挫而飞散嘅风元光之结晶。又是你這個僆仔啊！你都見到啦，嗰只黑色嘅異獸，冇錯，嗰只就係曾經數千年前統治住究竟空間嘅異獸奈克洛之馬，冇躲我去路啊！我仲諗住追捕佢，如果下次再唔得咧，我只好計劃咧捕捉另一個世界啦。我就知道你唔會俾我咁輕易通過。雷超使用電磁波，後會有期啦嚇！咁簡單俾人捉住咗，經過長時間麻痹終於恢復低能。迷二 Q 二 set 喎，我哋可以用迷二 Q 啊，睇嚟我哋可以放弃啊边个？哎，沙宝啊，睇嚟可以放弃啊比加超，俾翻真正嘅迷二 Q 上翻场啊 ，OK， 抽泥啊，单车，哇咩事 ？OK 得。小拳石，睇嚟呢度全部都系阿罗拉嘅朋友。好，小拳石啊，同埋之前有个观众都有讲过咧，好似风源地区唔知咩送神火山啊，都系迷二 Q 嘅啦，唔知系咪啊？如果有机会嘅话就捉埋佢。哇，限金入执化石，羽毛化石系边个啊？羽毛化石唔系阿黑白嗰只咩？印象中記得羽毛化石是那隻古代雀啊嘛，即係嗰隻岩石嗰隻雀仔，嗰隻唔勁喎，我覺得嚇。嗰隻雖然那個爆發力好強啊，但係個持久力、個耐久力勁差喎。聽得到啊，清楚定位，你個位置咧喺風源地區偏遠少，我呢個都係風源嚟嘅。你同我哋處於同一個時空，請繼續嚇。會指派船夫過去搜索你嘅所在地。真系依家我哋仲系同阿边个一样喎、啊，个时间点都仲系一样，系啊呢、這个时空系啊，唔系去咗其他时空，只不过去咗另一个地区。依家要去边啊？出去？我、哦、呢地方唔通？啊呢度有嘢执嘅，应该系去呢度啊？咩嚟到？复活草？哦、啊？呢度系边度一睇咪知咯，钢
幫到啊！你打要我釣魚嚇？屌喺度啊！你二十呢嘅人，究竟喺究竟動員出嚟嘅件二十呢嘅人？我喺呢個荒島已一段時間，自從上次風雨超古代精靈嘅災難，我個海上漁村咧唔似霧水陣咁穩固，於是俾始源之海咧淹沒咗。最後咧，同村民一齊咧坐上呢個避難船，周圍去揾呢一個島嶼，而嚟到呢個偏遠嘅海島度。咩嚟嘅粒？點解有粒突然藍色嘅呢粒？有化石，貝殼化石。咁貝殼化石好普通啦，冇咩特別。貝殼化石好似係化石龜，有冇記錯？有啲咩地方可以行嚟噶？睇下先，呢度哦，系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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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似全部都系執法。呢度有人喎，你咩人？头先发生震动系你搞鬼啊？海岛关我咩事？海岛好似会输嗰啲嘢。李玉龙，哎呀，又放剧毒，我有科斯莫古，哇，唔系啊！呢次已经打赢我，喂，黐线，南斌，哇，系风云联盟冠军啊，梗系啦，诶，做乜又有人喺度嘅喺度，反死兵，哇，全部都系剧毒流嚟嘅大佬，喂，剧毒保护流，哇，过分咗咁样，救火影蛙，神通力，水炮。我作劇之，我作劇之心啊！水炮啊！哇，好舊啊！黐線，劇毒，跟住混亂光線，奇異之光，跟住再用保護，過分啦！劇毒唔到啊，因為我有咩？我係黐線毒療，仲要就係死曬啦，成隊。又系执化石嘅咗上嚟，盾甲化石都系唔算话咁有用啦。啲化石最强嘅化石应该都系，即系单用一隻嚟用嘅话，应该系梭鱼龙啦。梭鱼龙应该系最强啦。有一粒呢度头盖化石咁啊，就系头盖龙啦，冇咩特别。哦，有炮巡呢度，呢度。突然之间条路行咁远，真系荒山野岭，叫荒山野岭呢个地区，明明系海嚟嘅呢度。呢度呢个做乜？哦，腐草嚟嗰个，我又做乜遮住咗个位？荒山野岭收集特殊精灵，呢度生态好奇妙，竟然有阿罗拉精灵嘅嘢会出嚟。哦、啊。哈勃布打卡拉夫马芬，黐线双保 ，mega 进化有咩特别啊？呢、白色嘢冇特别啊？上面有人，遥远的旧风源遗址，难道就系呢度？阿木哥，阿木哥，哇，莽撞，神通力，咦，哇，佢应该恶作剧之心嗰啲嚟喎，瞬间移动，我 feel 到呢度应该有啲强劲嘅嘢等紧我，重我身先。摆得咁靓，原来系冇隐藏道具嘅。呢度呢只应该都有一血啊，冇啊，因为沙尘暴咗。呢只有一血啦，肯定。同埋我咪仲用紧命玉啊，点解咁鬼痛嘅？打翻咯。
睇下先。系啊，明玉拆走佢。打呢啲唔系咁劲嘅话，唔用明玉都得嘅。得好，又有推石，万能粉。会唔会有人玩到去呢度都仲要用万能粉呢啲嘢？同埋仲要有得买药添，知唔知？哦，奇怪喺度。毒之宝石，一次性道具啊呢啲。Mega 石喎，虽然唔知呢个 Mega 有咩特别 Mega。星神钻石呢、這个超级高价卖出嘅，吓、啊，唔系 Mega 石嚟咩？特殊结晶，特殊结晶又系咩噶？摸起嚟有啲暖暖嘅，乜鬼嘢特殊结晶？神石，特殊神石呢度。哎，你边个？充满咗精灵嘅残骸，有啲残骸好旧远，仲有啲仲好新。前面一定有啲嘢唔可以俾你行前，一定好危险。又系呢啲啊？哦，冇网状。我唔系好明啊，点解咧？前面嗰啲重咧七十几呢啦，即系大五啊，同埋希加拿嗰度七十几呢啦。但系嚟到呢一个新嘅地区，竟然跌翻 level 啊！用喷雾机会撞怪，系咪有笔头先嗰度？发现到新嘅笔，新嘅流动。吓、啊，就系呢只啊！你唔可以咁样行，好危险。唔系啊嘛，入到嚟咁远就系得只。睇下先，呢度用地震好似稳阵。啊！搞错，呢度双岩分应该得啦。啊，唔系，收场之国再加岩分应该 OK。喂，玩啲咁嘅嘢？收场之国跑出，系咁保护条黐线。呢只难道是超古代嘅？唔系超古代，系呢一个。劫具嘅背背龙，如果唔系冇咩咁特别嘅，我觉得睇下先。深渊嘅精灵拉普拉斯向我发动攻击，系好普通嘅呢只嘢，得搞掂。发出咗呢一个哀号，呢、這、一个深渊有剧烈嘅反应，睇嚟并唔系海岛嘅主人，拉普拉斯并唔系海岛嘅主人，真系咩意思啊？吓，呢度有只水箭龟喺度噶，深于水箭龟咩事啊？究竟系翻反射兵几集 ？OK， 诶、欸，要打我呢只，我呢个海岛嘅主人就系佢嘅话，真系。背具，吓，真系会入嚟系执化石噶？唔好明喎，唔系好明依家系乜嘢状况？诶、欸，呢度有个洞嘅，咁我可以入去啊，我可以。后面空间，岩洞穴。我系乔伊被火箭兵团威胁咧，帮助佢哋恢复佢哋受伤嘅精灵。哦，即系我哋依家系追紧阿昼末，而头先个海盗咧亦都系连接住呢度。做乜火箭兵团喺度噶？好奇打喎，李鱼龙。好，我哋换李鱼龙出嚟扫场。打木大人，哇！一百粒华美弹走得，龙头地鼠都系爆炸，地震。我成日觉得咧，嗰只自爆刺怪飞起嘅，系唔知点解就系打到佢。应该唔系呢度，要兜个圈。我记得呢度系啦，差唔多。
得唔好，识围嘅啫。又俾我死咗，夹棚蛙，刺刀，超人力，重生，好，即系呢个杂奥博有机会去咗搵咩超梦梦啦，系嘛？去搵超梦梦去达成佢嘅呢个统治世界嘅梦想啊！唔知道，因为呢一个打击面太差啦，横皮蛋。咬水冇乜技啊！紫色嗰啲地方，呢、這个地方应该系改过嚟。咬水，咬水。哇！超木蒙，可以用。唔记得喷翻喷木啊嘛？诶、欸，唔系呢度咩？我、哦、呢、這个方向。哇！粉红色嘅食蒙兽，我只科斯莫古系咁升呢，但我好似冇谂住用佢，唔知道会唔会用佢啦吓，即系用佢嚟进化只狮子啊，定还是进化只蝙蝠？唔知道，仲想读啊佢，万能粉即刻派上用场，但系得一嚿冇乜用啦，呢度。而家呢个方向就系揾阿超梦梦啦。OK， 冇晒技，用咗黑龙技术同埋精神强化，西尔佛公司嘅精灵球研究咧资料咧，我哋已经明确掌握到。OK， 我哋转一转精灵啦，阿婆人蛙啦，虽然未必可以好劲。哇，一血根自爆！有病玩啲咁嘅嘢，收藏呢个，反正佢都自爆啦，系是但得啦呢度，就嚟炸死我，龙头低啦，我个属性都俾你炸到冇咗，双人 ，OK， 嚟，又系埋皮蛋。呢度超梦梦喺呢度啦！哎，把木大人听到咧心灵感应嘅声音啊！我系呢个世界上最强嘅精灵，梦梦我比你更强吗？或者系真系咧世界上最强，不过呢个世界仲有更厉害嘅生物系人类，冇错。只要联合人类同你嘅精灵，成个世界就属于我哋嘅，世界属于我哋。不过如果你继续放任自己力量，呢个世界终会咧毁灭。你要尽可能限制自己力量。唔通你要放纵自己力量，令世界同呢个岛一样化为灰烬？啊，呢、這个华南市就已经俾佢整烂咗啦，已经。咁我应该点做？就系、是、呢个盔甲啦，呢、這个盔甲保护住我，同时抑压住我。你要咁样咧，帮你做啲咩？好简单啫，只要做呢个星球上所有人都做过嘅事：战斗、破坏组、掠夺、强者必胜。第一件事就系将呢个所有嘅入侵者排除。冇错，就系身后嘅流罗，唔系火箭兵团嗰个咩？是咩人结入到你？四将军做紧啲咩啊？冇所谓啦，蒙沙正好测试下超梦嘅破坏力。啊？点要倒出？呢、這个小怪系曾经咧捣乱咗呢个西尔佛公司占领嘅人。呢、這个小鬼前阵子咧就成为咗关东嘅冠军啊！两个小鬼正好咧作为最强基因精灵嘅潜才，我都陪你一齐。点解咁多心心？又要双打？先整个沙尘暴俾大家开心下先，然之后龙头地主再加李元龙三只打晒 ，OK， 哇！比加超喷火龙卡比手 ，OK， 蒙沙个暴型几靓，哇！唔使问啦，嚟即刻全场地震先，唔好意思啦，比加超你要死亡啦 ，cat 毒啊，岩斑 ，mega 进化 ，OK。呢个岩斑，喂，明啊，早响啊，大佬，早响啦、啊，地震，哇，震死喷波龙，收场之角，李鱼龙，全装甲超梦，敷阿玛超梦，呢个用咬水应该得啦，系嘛，应该降我，诶，降咩啊？用我咬佢唔痛喎、
哇，电磁炮，哇，卡比手嘅，好，超梦输咗俾两个小怪，嚟睇嚟都唔系世界上最强。后会有期啦，唔好以为咧火箭队就咁结束，你要记住，世界属于火箭兵团。点点点点点点点，呢只系可以捉啊，系嘛？试下先。我存在究竟做啲咩？点解一定要俾人类利用？我俾人类制造嘅东西，甚至连精灵都唔系。我感觉到你同人类唔一样，究竟我系咩？可以捉佢啊！我啦，佢应该会死噶。哎，哇，好嘢，咁都唔使死我轮枪。犀利！哎，搞掂啦 ，OK， 明白啦，你同精灵嘅基本，产生有激烈嘅能量反应啊！哇，蓝洞穴聚集嘅大量旧嘅之气磁场喺面前打开咗，得到咗驱速盔甲 R 装甲，真系可怕！呢个意外嘅发现系最终咧，竟然意外咁嚟到五年前嘅关东地区。人造基因精灵结合体超梦，估唔到火箭兵团咁完美嘅神，但系我应该揾咧版个首领倾倾，或者咧可以帮助到我咧关于呢个属性满嘅研究成果。估唔到竟然可以追踪嚟到呢度，睇你接下来咧就会系我计划嘅阻碍者，必须要咧排除。不过如果唔系佢同红色帽嘅少年咧将火箭兵团打低，我真系唔敢相信，我真系唔敢出嚟轻举妄动，压迫感太强，希望交接顺利。即系我哋依家可以去到嗰个救援动员啊！但系上面嗰个嘢啊，呢度超梦石 X 啊，超梦系有两个形态嘅 mega 进化，一个系一个盔甲型，一个系一个细粒型。哦，哇吓咗跳啊！估唔到你竟然从呢个救援之路跳出嚟。哎，我哋已经顺利翻嚟呢一个嘅我哋嘅地区啦。好啦，咁但系今集时间嚟呢度先，我哋下集继续剧情去揾呢一个泽奥博嘅。统治世界嘅计划，睇下点样破坏佢。好，下集再见，拜拜。